迪丽热巴下个月就要离开嘉行了，她的下家是华策，华策偶像剧 IP 特别多，热巴去那不愁资源，她的合约是以挂靠形式签在华策的，自由度很高。她之后还是想接古偶《长歌行》这部剧，播出效果一般，对刘宇宁来说收获比较大，但对迪丽热巴而言，基本上可以说除了潮没什么收获，所以粉丝都在为她不值。她跟吴磊那边也并没有这个项目的扑街产生矛盾，毕竟锅也不在艺人身上，所以后期不排除再搭的可能。